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21年7月3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41篇4到13节。我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，他几时死，他的民才灭亡呢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，好报复他们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。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的心灵，帮助我归向纯正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救主耶稣在十架上流出宝血，将我罪洗净。若不流血，罪再还不起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8章12节：义人得志，有大荣耀；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。义人得志，有大荣耀；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。主耶稣，求你使义人兴起，使义人得志。主耶稣，我也要为我的不义悔改，
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你，荣耀归主你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荣耀归主你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节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主耶稣，我向你承认我生命的贫穷。主啊，我向你悔改。我愿殷勤建造属基督、属真理的生命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